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女人是全世界最复杂的生物，你这个笨蛋是教育不了。好，李长16年的处男半买半送哦。那个白痴还是老样子，他们说要保护我，就是想名正言顺控制我。嗯，老狼准备吃饭饭了，我不吃了。网龙往操场去了，蹲低一点，蹲低一点，再蹲低一点。咱们四个结加起来都没有大结可。听说你交女朋友了？切！老天哪！求求你帮我摆脱五个姐姐吧！下去，有五个姐姐的我，就注定要单身了啊！我就交个女朋友，让你永远不要管我。你说交就交，我要看看她符不符合资格。